人气职棒啦啦队现身捷运站，参加游戏社群日活动，分享近期喜欢上的疗愈系手游。你会想要看他们在干嘛？有点像你养的宠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还会。 躺在那个草坪上，对，然后会追逐，然后会耍废，对，然后还会丢球。我想要他们多几个伙伴，或者是他就是上面就写说满1000步，你就会觉得哎，我差500步哎。完成线上社群日任务，有机会获得游戏 T 恤。玩家除了被疗愈角色吸引，另外一个亮点就是玩这个游戏得多走路。平常就蛮爱运动的，他都可以记录我的步数啊，比如说我今天走了几千步，或者是说走了几公里，在地图上其实都会有出现。因为它每一个等级都有那个收集步数，所以你一定要走路的方式，你才能收集到它。因为它有联动我们手机 APP 的那个健康跟运动的程式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可以同步，不管在运动或是你在健走，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它都会连在一起。它的那个步数其实是蛮精准的。想要好好玩游戏，就不能偷懒。全新疗愈系 AR 手机游戏成功吸睛，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